我要跟你講的就是生生性性啊，生生性性啊，不要亂搞啊。不過其實這些東西呢，我在卡入面都有寫的啦，你如果你有看我卡的話，你正式看啦，我有幾個真言啊，其實你應該明白我要講的東西是什麼。是我講的就是不要亂咁放種子啊，你知道你的，我都講你個人太過識幫人啊，幫到陣間你知道女仔好容易心軟噶嘛，心軟起嚟啊，陣間又愛上你惹埋啲唔係桃花雲嚟桃花劫你就死啦，係咪？冇啊冇啊，等時我覺得你學識拒絕啦嚇，朋友去到嗰度自己要 take care 啦，最好就食肥啲翻嚟咯。喂，你家下真的實太細只開啦，咪噶啊！跟住唔好識鬼妹啊！就算你要識人咯，識翻唐人同啲嘢比較襯你，鬼妹唔襯你啊！就咁啦，拜。咁我哋咁樣咧同你講嘅出發咗。冇啊，考個碩士翻嚟唔使食屎啊！冇啦，係咁啦，加油，咪哥！就是現在哦，他是要出國了，你有給他什麼祝福？老土的一句是一路顺风啊，可是你千万记得啊，记得我说的哦，不要讲老婆来了，懂吗？该讲什么？正确的讲法，正确讲法去炒字典，我懂你已经懂了的。OK 啦，那我们就一路顺风啊，事事顺利。给你拜拜，新年快乐。是，有什么要跟他讲的？有咯，一路顺风，拜拜。其实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走，迪叔，快点，我们要演绎发作了。好啦，就到此结束，一路顺风，拜拜。我是不大会讲话的啦，不过我刚刚想到我有然后唱一首歌，然后哈是梁咏琪的《独立》，你要哼一小段吗？哼一小段而已，没事，我想一下歌词。OK， 我很紧张。离开这一刻，感觉不忘记，朋友抱拥告别，明天各自远飞，难得你我伤感已不舍。重集昨天，乐趣一堆。曾经每一天相约走你来回，同追美的故事，互相勉励去追。曾经望着天空，一起赴约至睡，临别说起，亦笑相对。别了依然相信，以后有缘再聚，未曾重遇以前，要珍惜爱自己，在最好时刻分离，不要流眼泪，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，拜拜。哇，真的不要在外面搞哦。之后不要在外面乱搞咯。当你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，记得我们可以这帮朋友在后面搀着你咯。还有学过心不退。哦，嗨，拜拜。哦，没有啊，还有什么想？哦，你去我不，你去你两年啊。那时候你去年我会有还会有灾咯，所以你再两对吧？去两年后。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 KL 了啦，所以就如果你看不到我的话，我觉得你这辈子都看不到哦。没有啦，一直要说如果 我就回家的话，你就没有了契机打走我嘛。所以如果有缘再见啦，没有缘的话就拜拜，再顾自己了，拜拜。还要准备什么小工作，这样自己保重哦。哦，就祝福好了。这样你自己有什么东西要跟他讲吗？有咯，大家互相鼓励咯，这样子，一起在学佛的道路上。哦，这一定的。这有没有祝福的话跟我讲吗？什么祝福的话？什么祝福的话？希望他在外国顺顺利利咯，读书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哎，
不过也是没什么事情发生的。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虽然你没有心理准备要出国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全部朋友都何尝是真的有心理准备送你出国。毕竟大家都相处这样久了，然后萨德利这样子就分开这样久，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哦。但是其实我也是很羡慕你可以去到 Australia， 因为留学嘛，当然是很爽哦。但是就是在你去那边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要坚持你自己的信念哦。就好像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你自己跟自己讲你要做过的东西，你要去做。然后，但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不要用情太过咯，好像你要有more rational 一点，不要这样 emotional。 因为有时候你遇到很多事情哦，你会很 sad 的时候，但是你当你一想回楞严经里面讲的，如果你 rational 的话，你就会生气嘛，那么你就可以飞，那么你的想法会比较理智一点。如果你是遇到一些事情，你是 more emotion 的话哦，你就会深水，那么你就会堕落。那么你堕落的时候，你那时候是完全没有理智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智的时候，你做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做出一些你会后悔的事情啊。因为那时候你是完全被你的七情六欲所 control 住，所以当你遇到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放下你的情，然后你要有理智点，然后你可以寻求只有心灵上的，就是人间啊，佛法可以帮助到你咯。所以这是一点啊，然后你平时也要做功课哦，然后一定要念楞严咒，然后还有一定要做进度早晚功课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吃饭去佛堂哦，好像每一次都是把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当成一个口头禅啊。其实口头禅就是你只是想哦，你要去那以后时候我要去漂亮，但是你真正有这样子做吗？你问自己，你真正有没有从现在开始 practice？ 因为毕竟生命是短暂的，可能你去 Australia 回来，或者是大家可能其中一个来我啦，可能就不在了。所以我是觉得时间很短暂哦。所以你现在在外国读书，所以你的读书是一年半，是很短暂，但是你的生命也是很短暂。我们根本，你读书 at least 你知道我是一年半，我一定要读完。但是你知道你的有一个先期是一年半，但是我们的生命，我问你，你的生命有多少？你自己也不懂，可能一年，可能两年，可能五年。所以我希望，虽然你在那边读书，可是我们全部都在这边做工的做工，我们的做工这边读书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联系的地方，就是哦，当我们念经念咒的时候，我们回向的时候，就是在想着所有的众生，而那个众生你也是其中一个，我也是其中一个，那么我们的频道就会相同。这个频道相同哦，不在于我们在哪里，只在于我们的目标在哪里，懂吗？所以我是觉得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哦。然后想是这样讲啦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全部都在等着你回来哦，就是唱 K 啊，再唱一次 K 啊，你只是再唱一次，还有打波令哦，哦对对对 ，Come on， 你输给我了那一次，我们还要再比过啊，然后还有唱那首歌，唱我你最珍贵，要不要唱一几句给你听？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我爱流泪，未来的日子是否很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Oh yeah，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，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，我愿意。
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拜拜。因为读书嘛，这样就是要学业猛进啦，要好好的读，然后要一定要凯旋归来。然后如果在生活上呢，就希望用心去体会澳洲的每一个春夏秋冬，然后你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阶段哦。我要讲时间，现在是2006年2月11日4:06 AM，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飞了，一路顺风。好了，拜拜。你说现在他要走了，你有什么祝福也要讲啊？哦，祝福他啊，加油哦，然后携程归来，然后一帆风顺。叫他去不了，有什么话跟他讲？很想念他咯，有点舍不得他一点啦。你看，为了他查情色。什么祝福？祝福了？祝福啊！希望他可以读书厉害厉害咯，然后不要整天保守保守咯，去 Australia check it out， 然后要抓袋鼠回来。就这样啦。不想啦，我要变富。你有点不舍得是吧？我愿变成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，一路顺风。什么祝福？什么话要跟他讲？一时想不起了。可是哦，加油咯，然后很想拿鞋丢你咯。反正之前哦，讲真的，我给你中过咯，真的是。还什么呢？就是你这样早走吼，就以后我们你有车坐啊，你有肯巴拉美诺吧，很怎么你这样早走的，就加油啦，前程似锦啦，然后要松心一点，然后去到 Australia OK 啦，就这样。高一点啊，对对对，要长高一点，就希望你真的可以成功长高啦哈，什么方法都好。一路顺风哦。Have fun in Australia. Study smart, 不是 study hard. 然后 try to learn their accent 哦，我觉得。很好了，嗯，拜拜，拜拜 ，Michael。有的话跟他讲，想看一下他，就希望未来你会长高少少，还有家人一路顺风，要自己照顾自己哦。大致上都是这样，再见了，路遥。这个是 Ava 的， Ava 叫我帮你祝你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，学业有成，就是这样多。还有刚才我已经需要你家已经第一步已经做好了， Ava 的，这是 Ava， 黄一和，再轮到我自己了。其实非要不多说了，唱一首歌给你听了。来听什么歌？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这个哦，接下来的，等你回来我再给你去卡拉 OK 再唱。要是你们昨天的没有带我去唱啊，真的是，真的是惊讶。要讲啊，我这样他明天就要出国了啊，你有什么祝福话要对他说？就希望他事事顺利咯，然后
可以考好他的成绩了，然后在那边最重要的是可以吸收到不同的经验。OK。你要为他哭吗？不会。OK 啊，祝福你。拜拜。对他的祝福语吗？他要去澳洲了吗？对啊。祝福语啊，祝他一路顺风啊。Back 要拿啊 ，Back 要拿，拿多多 Back 回来，礼物要拿多一点。你去那边怎样？我不要紧，你要拿礼物回来就可以了。啊，还有可以的话，你留一辆车给我们可以吗？这里，给啦，拜拜。嗨，欢迎哥出国了。哎，第一件事最重要就是出了国。OK。一定要住宿啊，要住宿。诶，我在英国都能住宿，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咯。诶，还是不是带了很多卡汤去嘞？哈哈，哎呀，其实不知道要讲什么了。哎，太多东西要讲了。诶，我写给你那首诗还记得吗？就是，哎，那个要讲的东西全部放到那边了咯。哎，如果真的想家，还是想我们的话，看看天空啊，看看太阳，看看月亮，就是不错咯，我觉得。哎呀，有什么问题还是 online 讲，好好照顾身体咯。不懂那边有四季啦，我觉得如果有四季的话，会更好啦。不要浪费长时间了 ，OK 啦，拜拜。什么要跟他讲 ？OK 咯。只要你过去那边 ，take care 咯 ，take care yourself。Then， all the best to you 啦 ，OK， 结束。这样他现在打跌下了，就要走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吗？要祝福的话那些之类啊。祝麦克你一路顺风，还有希望你能够去到国外能够很快的高升哦，去到。还有一路顺风，读书学越进步咯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啊。学佛，精进学佛啦。还有，好，拜拜。我的话题我写在那个卡里面，自己看。祝你一路顺风，然后，然后，你要请麦克吃饼干吗？来，麦克，干弟弟，好像是我干弟弟的第三个月先，啊？第三个月。什么？饼干丢第三个月。要丢在地上三个月才肯吃。不要啦。他丢地上丢了等，明天才来拿。弟弟，你也来吃饼干啦、啊。拜拜。哥，这次麦克斯特要出国，你们给他什么话？你们什么话对他讲？